第三，他问的，请师佛慈悲，释教真佛宗弟子以密法或其他方法化解每年九宫飞星理气不及方位，可以吗？可以，但是呢，不能在这里讲，不能够在现在在这里讲。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子，那时候我再教你，或者你要来学，你一天来问我一个问题，我给你解答一个问题。因为请师佛慈悲释教真佛宗弟子以密法或其他方法来化解每年九宫飞星理气不及方位，可以吗？当然可以，你可以来问，我可以答你，但是有些人不一定要学这个东西，所以我不能再够在这里讲给你，对不对？好。